那瑞泰本身的话，其实在我们手工具业算是有一定的 reputation。那这个 reputation 的话，在产品上、品质上真的是很好，但是它也面临一定的问题。所以一定问题是，我们要转型，转型化从所谓的传产要变成精致的传产，那这是不一样的使命。去大陆刚开始当然是走比较中低价位、中低品质的东西啦。啊，当然贵一点是低品质的量比较大嘛。啊，留在台湾就变成高品质，但是样式多，量又少，几乎是这样子啦。瑞泰目前还是以 OEM、ODM 为主，我们现在的接单量可能是很多，可是未来如果在我配销部分如果还没有抓紧的话，有时候下一个季它的订单的来源可能就不是那么充足。那所以我在推动的话，我希望是在瑞泰有不一样的这种产销的概念能生成。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我们现有传统产业的管理人才再去不同的观念的导入，让他们做管理的调整，调整完才能把 supply chain 的这个角度再做好。但是你要做好这个资讯的透明化是非常重要的，那规划能力也要非常重要，这两个都要提升，所以也要运用到资讯系统。我们传产从业人员现在都是非常的任劳任怨，但是因为就是人少，所以所做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多。当然导入电脑这也是一种痛苦了，像刚开始什么叫电脑也什么都不知道啊，对吧？啊，不啥啥，干阿别车阿别走，黑阿别走。啊，当然，咱的目标是切切实实的及时啦。资讯当然，我们不是要看历史嘛，我们是要看现在的一个状态新闻。你想资讯透明化有很多种方式，但最主要有一种是必须要将他们工作的习性做变化。我负责规划，但是生出来的话还是要大家一起来配合。那我会跟他们沟通，我到底想要做什么。做什么样的比如说动作或是完成什么样的报表，我们才能在产销会议有效率来进行，也跟现场能做一个连结。我们希望能建造一个沟通的平台，让所有的资讯在这个平台上做很好的呈现，在同一个地方去知道这个讯息。比如生管在做决策的时候，可以考量到业务的，也考量到采购的，考量到现场的，类似这样。那话就是要让资讯公开嘛，安尼为了管理上就较好管理安尼。管理者就知影讲，啥物物件是当时要入来，库存偌济，当时要用啥物物件，那就会比较充足。无较早要做像阮做的营业额，可能要搁加两倍人来做。看板目前的功能是让我们很了解说，我目前要今天的一些订单量，要完成的订单量，到目前为止还有缺哪些东西。当然现场的即时曝光这个区块我们已经导入很久，那现在就是外包的部分。外包的部分现在目前还是仰赖我们的 key 单人员在 key。当然最想好是用刷八扣那种最好，因为八扣不是只有里面回来八扣，可能在外面的偷工厂每一家的移转都要用这种方式去做。其实在资料的取得我们现在是比以前更快速，不像较早用老方法用手机的，记到尾啊，记了对唔对，干那记的人知尔嘛，所以一样是类似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平台，是目视平台，能聚焦，最主要是聚焦，也会提醒大家说今天哪些货要出，你在做抉择的时候，这些货的先后顺序，你拉的先后顺序要注意 ，OK。那有没有完成其实会呈现。我知道说我哪时候可以交货，就是说哪时候一定要结关，真正的出货日一定要把握住。好，那缺料的状况工单是否有开立，这些都在我们电视上。目前这个 dashboard 还是比较属于产销部分的。管理面我们应该从 ERP 过来，但是规划面我就要透过 APS 来做不一样的规划结果呈现，所以我会将
APS 这个专案继续往前推，让这个决策支援的工具能实质的 support 我们做好比较好的规划。APS 只要三种单子，如果没有做好管理的动作，那一定是 fail 啊。第一个叫订单，第二个叫工单，第三个叫采购单。订单你必须要将已经是 delay 的，重新再 review 它的实质的交期。那必须要在第二个是你要制定订单的先后顺序。工单跟制令或是采购单很重要的是到底有没有结，这个地方人员有没有确实的报工。你工单如果只是没有开工竟然有完工，我们若允许这样的发生，或是说没有开工他有领料，那这样的话对资料面的冲击就很大。那第三个就是我有标准工时，这些标准工时一定要放进去，那这些资料都会影响到 APS 能不能执行的结果。主动接单跟我等着接单是截然不同的，你主动接单代表说我已经客户的这个关系要打得更好，另外是我要share我的产能给我的客户，我的设计理念给我的客户，让他能buy in我们下 forecast。 你我下 forecast 代表说我预留产能给你，我才能有实质的订单进来。我相信改变不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但是这个需要勇气。